就今天我们来到了冲绳，冲绳朋友告诉我这个苦瓜汁是非常清热解暑的。我们来了之后一直在吃肉，然后呢一直上火。那我们今天想试一试这个苦瓜汁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效果，所以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喝苦瓜汁，知道吗？感受一下，今天这有一股非常清爽的蔬菜的味道，你这是什么？我来感受一下。哦，它有一股突然冲上来的那苦啊！然后呢，上糖，上糖，这样，这顶上吧。太强，就握着就行了啊！真的吗？